介绍陈实业最新发的多媒体录播一体机，简称全收入。只要透过简单的动作呢，就可以帮您把课程内容全都录起来。现在就给我们来认识个实用的好工具吧。随着开放式课程以及数位学习蓬勃发展，知识透明化俨然成为全球化趋势。全多入以经济又简易的方式同步录制电脑影像 VGA 视频 Video 和音频 Audio 讯号，让更多的使用者能够用不同的学习管道接触到宝贵的知识。过去记录一堂课程花费不少人力时间在调整影像镜头，再加上后置的影片剪辑，有了全多入就不用再如此手忙脚乱咯。全多入提供使用者简易快速整合画面录制之一条龙服务，不论是各式会议、演讲、教育训练、远距教学等活动，全多入都可以是您轻松记录活动不可或缺的好帮手。全多入电脑萤幕截取最高可达 1400×1050， 视频截取最高可达 1080p 之高解析度。录制时不一定要有人在现场，所有的操作都可以透过 Lamport 从 Web 界面进行设定及管理，有八种画面布局模式可因您的需求灵活选用。无需专业技术人员从旁协助，也可以轻松上手。随入即用的功能让使用单位轻松完成一化教材，直接将多种讯号同步录制并储存成串流格式，影片不需经由繁琐的后置剪辑即可立即使用，立即达到资讯分享及传播。您可以选择在网络上观看，也可以下载储存，等您有空时再看，在时间上非常具弹性。全多入支援两种录制方式，你可透过面板开始键与停止键做快速录制，或者透过 Lamport 以 Web 界面远端操控录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架设连接图，只需简单将电脑和摄影机与全多入设备相连接，透过面板或是 Web 按下录制键，全多入系统就会自动截取电脑上的画面和摄影机现场采集的实况声音及影像，并将它们结合成一个串流档，过程中无需人员随旁操作，设备会自动完成作业。你可以外接电脑萤幕做及时监看，接着透过 Web 远端管理录制。您现在看到的是网络管理者登录画面，只要输入正确的账号及密码就可以开始操作。在首页我们可以看到各项功能键一目了然，友善的操作界面，即使没有专业 IT 或视讯人员在旁协助，使用者也很容易就可以上手。你可以随时在进阶设定里修改界面语言及登录密码。也可更新系统及 IP 资料，全都入资系统支援 200K 以下的 JPG 档案上传，让您完整呈现课程或主讲人资讯。不仅如此，系统提供重新开机选项，也可以将全多入时间与连接的电脑时间做同步处理。在进阶设定的系统资讯里，提供使用者系统版本以及使用空间查询。我们现在回到操作首页，带您实际了解如何修改声音及影像参数。首先我们先点击拓展功能键，画面会出现调整影像、声音及相关功能参数。您现在看到的是子母画面 PIP 模式，
若是切换到主副画面 POP 模式时，还可以上传图档呈现 logo 或课程名称及主讲人资讯。如需要在电脑上操作其他动作，例如像开启各式档案或者是上网，可以切换到 VGA 全景模式。若是要强调演说者的影像时，也可以将全景模式转换为 Video 影像。现在为您解说一下 Logo 图档建议上传像素。在主副画面 POP 模式下，全多路提供三种不同 Video 呈现方式。现在画面上您所看到的是 D1 模式，图档上传建议使用 753×304 像素解析度。CIF 模式下，图档上传建议使用 535×730 像素解析度。最后可以看到的是 QCIF 模式，图档上传建议使用 266×946 像素解析度。现在我们再回到操作首页，点选云台控制功能键，搭配具有 RS232 操作功能的会议摄影机，可让您调整 video 影像截取位置，系统支援上下左右及拉远拉近之功能。点选图像微调功能键，可以调整 VGA 影像异常问题。想知道更多美成产品相关讯息吗？请上美成官网 www.meicheng.com.tw， 欢迎您直接与我们联络。谢谢您的观赏，拜拜。